脸上有痘痘已经令人相当困扰，但难过的是这些痘痘似乎难以抹灭，渐渐形成了痘疤。一般民众很难去分辨痘疤的种类，但是其实痘疤有相当不同的分别，主要是分成滚动型、箱型和冰凿型三种。这三种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让医师来告诉你。我想我们以凹陷的痘疤来说，主要会分成三大类。第一类呢，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滚动型的痘疤。那滚动型的痘疤，它的这个凹陷是比较平缓的，就是它会慢慢的下去，然后再慢慢的上来。就像我们在路上可能看到一些这个水坑一样，它是缓缓的下去，再缓缓的上来。那第二种呢，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箱型的痘疤。箱型的痘疤，它就是突然间像悬崖一样跌下来，然后呢到另一头又突然间冒上来。那这个像一个箱子一样，所以我们才会称它做箱型的痘疤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最难处理是一种叫做冰凿型的痘疤。冰凿型的痘疤，它也是像悬崖一样突然间往下，但是它是形成一个 V 型，所以它的这个像悬崖往下的这个幅度呢，会非常的剧烈。那在处理的时候，相对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。